见了，准备好了吗？垦丁的4月4号的中午12点，让我们欢迎闪闪闪闪。兴奋到会发抖，等一下让我抖一下。耶耶耶，喝酒喝酒。大家好，我们是闪闪闪闪，我们表演开始哦。
不要中暑，大家多多喝水。我也快，我要快中暑，快要中暑。大家如果喝了酒类饮料，就要喝更多的水。你上面明明就有瓶子。哎，真的是太兴奋！我刚才兴奋到嘴唇一直在发抖，完全无法表情控制。笑了笑了太快。那你知道好像有直播吗？这个应该拍不出来吧？好，那就好。好啦好啦，哎，感谢感谢，生面孔那是熟面孔，又再见面了，耶！耶，好了，我们是珊珊珊珊，双双双双，双双双双。爽爽爽爽，很适合夏天的感觉。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哦。Thank you.
谢。I'm gonna make you mine.
前期，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段投屏，然后你是要讲一个故事？对，我要讲一个喝醉酒的故事，因为我想说这个活动很适合这个场合，对，很适合，因为我现在才中午，请注意安全。现在是喝水时间，大家先把你手上的水举起来，喝喝喝，喝一下喝一下，干杯干杯，啤酒都还是温的。对，就是我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然后喝酒以后就会发生一些，我就是有在收集那种酒醉后的最后大丈夫的那种各种奇闻异事这样。然后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用我的生命危险还有各种健康去换来的其中一个喝醉酒的故事。对，就有一次我喝醉酒回家，然后回家以后我还想要去超商追酒，去买冰姐啊酒趴那种，然后追一追一出门就扑街了，我就跌倒，然后跌倒撞到鼻梁跟我的脸，然后就当下就开始流鼻血，血流不止这样。然后这时候就有一台计程车就开过来，计程车就走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很像那种森林家族，大家知道森林家族吗？就是有很可爱的小兔子啊、小熊啊，那玩偶，她就长得很像森林家族里头的熊玩偶，就是一个，然后全身米色系，就是非常温柔的感觉的一个女生，然后就走到旁边说：“哎，小姐，小姐，你没事吧？”然后就喝，然后我一直在流鼻血。他说：“哇，你这个很严重，你等我一下这样。”然后就去超商买东西，挂一个冰敷。然后因为我喝很醉，我就一直在抱怨，你知道酒醉会有的那种各种酒癫这样。大概抱怨了30到40分钟以后，我发现我手上拿着一包全家的妈妈主义盐味毛豆。没有业配，没有业配，没有。对，没有业配。我说：“哎，这个我手上怎么会有这个？”结果原来他买妈妈煮一个盐味毛豆给我冰敷，就是他不是买冰块给我冰敷，他是拿毛豆给我冰敷。然后那时候说话到一段呢，他就说：“这个你回去还可以拿它配酒吃。”就是超级哎、欸，超级有创意。对，然后我回去他既然叫你配酒，你就喝酒跌倒才。没有，就觉得哇，就觉得怎么会有？我回去想了很久，就是到底为什么是盐味毛豆？然后就觉得，哎、欸，其实你用冰块冰，就是水会融化，然后手会湿湿的。那可能其他品项卖完了，搞不好他想要买的是那个，好像没事，就破坏了温馨的。人家企图把它弄得很温馨，对啊，反正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酒后小故事。反正这几天啊，可能有人冲撞啊，或者是喝醉酒撞到什么，请大家就是照顾彼此，发挥温情，然后加入一些各种小巧思、小创意，会让人家印象深刻，然后体贴的，对，感谢感谢。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趴的。Thank you.
心痛都是旋律，唱出你的心音。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理，坚持的好美丽。You say and smile on your face.
照，拍照，拍照，好，哎，我们请强哥帮我们 Q 一下。你要把猫群聚起来，来了吗？三。哎，强哥，强哥，还没有？你不是，这有你的位置。我不要，不要，下一场，下一场，三、二、一，再次，三、二、一，谢谢大家。谢谢闪闪闪闪！大会报告，大会报告。那个原本接下来下一个乐团应该是温蒂漫步，但是温蒂漫步因为漫步的关系，所以对，所以他们很晚才来到，很晚才来到。所以下一个温蒂漫步的时间1:40，要上场的乐团改成无望合作社。谢谢大家。待会我再让你死一次，再次请大家告诉大家，待会见，谢谢三三三 ，See you。